你跟陌生人有什么对你那么好，花钱让你赎出去，花钱让你家里读书，将你本事，他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叶大少，这能是真的吗？这头头怎么会是老人的私生女呢？这老人也不是那种人呀！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撒谎。原来你的错误，原谅你的荒唐，原谅你的造作，二人吗？全家最无私也最自私的人就是你。